考验就是你一个文化人，哎，好，可是现在突然有那个诱惑，哎，对，比如说研究生学历的，去卖网红鸡爪，这大家都看过吗？太正常了。香港的很多这个写专栏的这个文人，我认识好几个家里开牛肉店牛肉面的，他们就讲香港要不说最近这个疫情啊，影响好多演员啊也都失业了，那有的演员就去送外卖了，有的演员就去扛大包了，就是按说也谁就做保安了，好像一个港姐，港姐的第几名的一个就去做保安了，就被人拍了变成新闻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在香港市民当中好像接受起来就觉得挺自然，就好像不他之所以成为新闻也是因为他突破了他对应的事，哦，有点不自然。但是你前面讲的对，就香港一般的文化人没有那么传统中国这个文人的那种优越感，因为他是一个码头嘛，啊，各方面来的人，你原来地方地位很高，跑了这里你要谋生，你还是要开烧腊店，对不对？所以一般文化人在香港，我们以前都说过，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就是他会讲的比较俗，内地的文化人是半雅。比方说你同样一记者采访，你请内地的一个作家来说你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他通常就会这个阿富汗最近的局势啊，或者是中国的现在这个什么明星的什么走向啊，皱起眉头，人文精神啊，对不对？香港的作家你要是来采访他，丁洋文情啊，对不对？我在哪里，他要显得比较熟，对不对？显得你周星驰，你去问他采访，他才不会跟你讲我艺术长久啊，将来什么生命，他不会这个。那这是一个分别，但即便是这样，现在你一个选美小姐出来以后去做保安还是被人家报道，就是打破了社会结构的冲击的太大，嗯，对啊，那马爷你觉得这叫不叫不体面？那对于他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肯定是要突破传统体面这个观念的，嗯，但是我觉得从社会整体上讲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叫适者生存。对，你所谓体面不体面啊，其实我们今天社会是因为相对比较稳定，你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啊，明清之间啊，清朝到民国之间，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之间，这时候有很多人他社会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要重新去谋生的时候，这个事儿都放下了，你不放下不行的。嗯，社会不给你其他机会，那你的体面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因为我在体面，我认为体面在生存面前没那么重要。对，啊，就是你为了活下去，你可能什么事儿都要去做，只要你不违法啊。我们前提说不违法，不杀人越货。但是，对于一个平稳的社会，我们社会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动荡。那你改变你自己的就是过去固有的这种形象，尤其是文人形象，或者是被人文人塑造出来的形象，比如什么小姐啊，这什么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小姐，啊，选美就叫文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象，叫选美小姐，是吧？你要佳丽，佳丽啊，什么佳丽，佳丽当保安了是吧？对，当保安了，当保安了，当保安。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也许这个佳丽当保安是人家饭店的一个噱头，人拿它做广告，你都不知道啊。哎，那叫饭店的体面，对对对，饭店就体面了吗？他体面了吗？小姐也获得了高收入，就是他为什么去，他一定是收入比常人高的，这个可以判断。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体面不体面这事儿，说到最后是。这个社会共识，我们社会怎么认为这是它是不是体面？我们现在就是前所未有的说到那么多不同观念、不同潮流在冲击。你比如说，那个安迪沃霍，为什么那可口可乐画那么多就是作品呢？他就是说，你不管是很有钱的人还是最没钱的人，你们喝到的可口可乐是一样的，你不可能买到一个更贵的可乐或更便宜的可乐，它就是一样，颠覆文化秩序，哎，它颠覆这些东西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说你一个什么，你文化符号、社会形象啊什么的这些，遭到了颠覆，就说那你最后的你的生存能力是怎么样子？而且刚才我说，就是我们成为流芳百世的几率是不是越来越小了？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个潮流时代不停的洗刷。那我们能成为什么经典，这概率越来越小，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在这一世接受很多不同的，有个经典就是写中国传统的士，这个阶层在社会变化当中的地位的降落，嗯，
和他的脸面不肯放弃，那就是孔乙己。啊，鲁迅就活化出这么一个，那就是考试本来应该是考科举的人嘛，嗯，他到了腿都打瘸了，酒钱都欠着，对不对？还要说回字的多少种写法，回字四种写法。这个当代很多这样的人，孔乙己。那、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要用历史之同情的眼光看起来，孔乙己也有值得同情。当然，当然，对吧？你也是不是？当然，也有风骨，当然同情。那个小孩的角度，其实也是让我们同情。你的他已经穷到连喝杯酒都喝不起，他还回字四种写法，还教旁边他文化。那我觉得这种人很好，这种人活着他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种人很好，所以他就安贫乐道，就是我这么穷我认了，但我精神上比你，起码我认为我比你。这是颜回啊，对呀、啊，对吧？一旦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呀，这哪？这所以回字几种写法，孔乙己从这儿来，孔乙己跟颜回也能搭上关系、哎。但是你说他有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说啊，研究生去卖鸡爪，咱也听说什么原来大甚至大学教授可以去卖茶叶蛋，他要卖成了，大家又觉得哎，企业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火了，哎，他变成了一个鸡爪大王，他变成了一个鸡爪托了丝的一个总经理，他变成了首富，有啊，哎，那大家体面了吗？这个教授体面了吗？体面了。这个教授体面了吗？转型体面了，或者就是说获得了新的尊重。我们现在这个认为，只要你成功了，就所谓你有钱了，那就是体面了。嗯、你比如那北大的毕业生卖猪肉那个事儿，闹的就前些年闹的多热闹。那叫陆步轩吧，叫什么？我记得名字是吧？后来我看过他一段采访，就是有人说他赚了多少个亿，他就说猪肉有那么暴利吗？猪肉没那么暴利啊，猪肉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利润是很低的。他是通过他的，其实高等教育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他思维方法跟人不一样。同样一个猪，就咱俩一人拿半片，我卖的就比你多，因为我知道从计算上怎么能把它计算得更为合理。其实就多了那一点，导致他就比别人就发了财嘛。那社会又重新对他有认知嘛。一开始对他认知非常负面，当他成功以后，对他的这个认知就正面了吗？你像那个罗永浩嘛，最典型的这个例子，因为他开始做手机嘛。就最初也是就是知识分子嘛，然后做手机，他欠了债以后，不是就去那个直播带货。刚开始做第一场的时候，大家大量人去看，是一种人设，觉得有点同情他，觉得哎呦你怎么也去直播带货了？结果人家做的特别好，那又有了一个新的形象，大家觉得哎呀做的好啊，非常成功啊，没什么丢人呢。但是我看至少人罗永浩人家对外说的也算是回也不改其志啊，嗯，人家说的是我这是为了还债。对啊，我还完了债，我还是要搞我原来的。他不是说喜欢弄电子产品还是弄手机，我不知道啊。那意思就是说，我这是还债，我不得不如此。但是我还完了债，我原来的志向该干什么？我还回到我原来的。我本来是个山上道士，武功绝强。现在我欠了债，我在这撂地摊耍个把式，赚你们点钱，然后我还完账以后，我还回山上去。那这意思。看看底线最不体面的是，妈妈生病了没钱治。这是最不体面了，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对不对？这个有些就是不同层的人呢、啊，你能看出标准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不是还有一个讲古诗词的教授吗？其实就是在网上讲的多了。你看，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在某些圈子里，这个标准可以严格到你出现太多了，你曝光太多了，你在网上到处去讲，你这个都有点 low， 就被认为是吧？它不体面，但是。这个教授最后我发现一番表白也是实情，我觉得为他挽回了一个体面。他说我的太太身患绝症，那个药啊贵的呀，可能这个一粒可能得1700块钱，一个月吃多少？知道你说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得挣钱呐、啊，我得挣钱给我太太买这个这么贵的药。你看，哎，这马爷刚才分析了。这种道歉其实还是在还这个做生意的原罪，就是任何人你赚了钱就好像是欠了债一样。嗯，对，我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值得讨论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就是文化传统文化中跟当今商业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碰撞。对，因为大家认为你是一个讲唐诗的教授，然后你利用讲唐诗火了以后，然后你把它变现，大家不就不太接受这事儿。
那么他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挽回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被迫把我心里的话跟你说，来告诉你我的为什么要赚这个钱。那我如果说我有一个极好的收入，他得了癌症，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钱，那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呀。你看这篇文章，他讲我这逻辑不就是吗？不就感觉非得是我母亲有了病，嗯，我的这个什么广告都接，虽然没有啊。都变得似乎是他替你可以理解，他不是他替我赢得了体面。对，他说他为什么接了广告呢？原来不想接的呢，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对，对，广告是趋利，后面这个家庭这个需要是弊害，就得这样来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其实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讲，作为一个大学的啊这个文学教授，你去什么带货卖点钱，作为。一个这个生意失败的人去卖货卖点钱，这些都不必再把背后的这件事儿跟你讲。可是现在当你成为公众的这个人物的时候，由于你又利用了公众对你信任的这个东西获得红利的时候，那你被迫要把背后的事情讲出来，你要不讲出来别人受不了啊。就是说体面，但是呢当我们表明困境，我的困境的时候，就可以解释了这个不体面，它就变成了，也就是个解释。我同意你这个话是个解释，那你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中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教授，有多少人去上去带货去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教授他拉不下这个脸，他即便能带，他拉下来他也带不了货。现在不要说这个，有流量的明星有很多上去也不带货，有的人是有流量，看的人很多都是看热闹的，因为你生性不是干这个的。你看人干得好的人，那人家本来就是卖货的。一个人一行吆喝一行，因为这个今天是我觉得像这种直播带货，这个是把很多商业直接推到前台了。过去你是看不见的，过去卖东西的不都是售货员吗？对不对？不，就是我也趋利避害啊。嗯，我对这个带货没有什么偏见，我主要是觉得责任负不起啊。你带你我你带你怎么能保证全是就是您他哪怕都有合法的证明？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赔得起吗？或者说你负不了这个责呀？我不是说怕丢人呐，我是说我得要带货，那得一个专业队伍。人家有团队的嘛，都会开箱啊。对对对，那你得有这个机制啊。其实真的操作过程当中，不只是一个脸面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损害人设的问题。他也是个专业，我参加过门户网站，带货门户网站的这一类的这个活动。他们就讲，就是很多人叫垂直嘛，就是微信公众号嘛，就是你怎么来写你的微信公众号，广告就会投到你这里，使得你的每篇文章可以值几万甚至十几万什么什么，就很多讲了一套道理。比方这个道理我都明白，比方说你的话题要专注，要专门啊，你要有专业性，你要讲到专业性，但你又要考虑性的品牌的操作，又要听他们暗中的这个引导，使得人家就买这个牌子的书包。但是所有的这些操作，我上去发言的时候，我说真可惜啊，跟我从小受到的关于写作的训练完全不同。因为我所受到的写作的训练，我要写文章的是要没有功利，要不要为特定的对象服务，要讲自己的真心话，你看全都不是的。所以我假如说也要写这样的公众号了，我当着他们的老板就这样说，我假如也要这样写的话，对我来说就困难重重了。那对于旁边那些新的写手，他没有这个困难，因为他没有以前的这套训练，他也没有别的文章，是不是？所以这个中间的冲突，除了我们刚才讲一个面子上这个要赚，你的本身的讲，说难听一点，你的研究、你的学问做得越投入，你要转型就越困难。不，这个里边啊，其实也有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利害以及啊，你要挣长久的钱，还是要挣一时的钱的这个考虑。每个人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你比如说，我说，哎，我可以接受，也愿意拥抱这个商业，拥抱这个哈。但是呢，你是主持人呐。啊，我现在这个界，我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我可以推到哪里啊，就是我可以做广告，但是广告就是广告，对吧？我要告诉你，我因为我不能欺骗观众，我不能把广告的话当成我自己的话，
让观众以为，对吧？因为这个倒不是说我多高洁啊，而是说你人家凭什么看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你说的，我也不敢有信心，谁知道？这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失去那个基本的一个我觉得是行业基本的。伤害到你的本业。我说这个，我发现有点心里没底气。不，很有底气。你按照协定，你在节目里讲一段广告词，什么什么好。这是一回事，对。但你在聊天当中，你本来并不觉得这个学校好的，对对对，觉得这个好，对。现在你啊，开开玩笑的说，哎，其实是这个好啊，什么，这个就违反职业道德，哎，这个就违反，甚至违反了你个人的操守原则。还有一个是你的身份决定，因为你是一文化人，你不是演员，演员演，你听我说，演员演广告怎么演都没事，因为我是演员。对。但我们这样的身份是特别不适合弄这个事儿。对，你要融进去说的时候呢，它是带了你的身份的真诚。你身份要融进商品的时候，就风险增大。如果你的身份融不进商品，你比如我问你。你为一个妇女的用品做广告，就你没使过这东西，违法呀！你现在，这广告法，你如果明星代言广告啊，你自己你得有责任的，你对他的，你说你我代言妇女用品，我没用过。现在好多都是男明星做女性化妆品的，那他们是用过的，我不知道，好吧，这我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是应该，你就现在的法律规定，你代言的人是要对广告的真确性负有一份责任的。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光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看连小人也有所为有所不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什么都肯干的，对吗？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线。那其实我现在觉得呢，有的人的线啊画的呢，他不肯为这个事儿动脑子了，有些原则黑白分明。你比如说，我们也知道有的那个老戏骨啊，好像说王志文就是吧，他就完全不拍广告了，那就是不动这脑子了，对吧？但是你像我们呢，你动了很多脑子，你得斟酌他这个靠谱不靠谱，这个接受不接受。当然动脑子有动脑子的利益，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很可靠，对吧？我呢形象跟他呢也很搭，就是实际上跟你跟商业之间是存在双赢的可能的。但是呢，你看那有的人呢，就我这一条线我根本不在河边走，但是呢有一你有的人把线画得更近一些，那实际上呢你费的这个脑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花了很多精神考虑规则做不做损害什么，人家一点都没考虑过你。我记得好多年前咱们的一个嘉宾在这瞎开玩笑说 I have a dream， 就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因其本职工作和他本人的这个特长得到他最大的收入。经常是你做你的这个本业啊，这个是一个可限定的一个收入，但是呢它有一个边界溢出的现象，对，你做点别的甚至不用你这个本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确实收获的这个价格就更高。甚至有些人说这个以低外养低内，低内损失低外补，在外边挣的钱他帮补一下我专业上面我这个经济所得的不足。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也很悲哀，就我们的硬通货是什么呢？硬通货是流量。就你到最后不论你干哪一行，可能你的衡量你价值的标准是流量，那就很惨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价值的标准的一种单一化。如果我们就你说的，你可以以你所从事的事业行业你的专业去获得，那么就等于说它这个标准是多元化的。就像我刚才我在想，我们又讲电视剧又讲演戏剧的哈，那你演戏剧的可以拿戏剧的奖，演电视剧的有金鸡也有这个艾美奖等等，你在每一个领域其实你都可以做到你最高的那个认可。但是当你如果面对市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转换都是流量，那就是太单一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是必定存在的，也不用为了这个去要公平，你永远也做不到。你说这个比如说他搞证券搞投资的，搞这些金融的，他和一个做科研的，你说咱们付出了同样多，同样的付出，你得承认不同的行业哪怕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所得的个人收入必定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你得承认这个。
有些人就是人做的选择不单纯是为了钱去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把成功者都变成是有钱的人，这个就不好。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成功。对，过去你像俄罗斯呢，诗人作家来了地位高级了，他有时候没啥钱，穿的破衣拉撒的，哎，但是大家都在肃然起敬。哎，那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肯定是那个有钱的人都被前呼后拥啊。你因为视频很发达，你能看到这些大佬出场的时候都是前呼后拥。大佬出场是吧？但你看过一个文人出场前呼后拥吗？没有。但是我们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大佬他对文化甭管是真的假的，他得表示出尊重来，因为他不敢不尊重。因为从历史上讲，文人的地位是高的，因为他是这个不说这社会良心什么都不说，他是文这个你的精神支柱的创造者。对，我们的文化是靠日积月累，靠着前人的一点一滴，最后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所以你再有钱啊，你可以出来鄙视一切，你不敢鄙视文化。我就没见过一个有钱人上来说唐诗那叫什么宋词，他都不敢说的，没人敢说的。真的，真的，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啊，还真是有这点，从这个潮汕那边的这个乡村，哎，一直到某个大经理再有钱的人，我见过的哈，就过去老说，就好像觉得这个文化什么被瞧不起，被商业社会怎么着这个堕落啊什么的。我实际上感觉啊，但凡中国人对文化还是有一份尊敬，他这个东西是由祖上来的这个东西，就觉得你是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个尊敬的。尤其是正面冲突，如果你今天啊，我们可以测试，就是一个钱财啊，钱跟文化正面冲撞，你在公众的评判中，钱一定是走败仗，你肯定打不赢。你说我有钱就把你文化灭了，不可能。文化一出来，大家有钱的人都会特收敛，嗯，因为你蔑视文化，等于你蔑视祖宗，所以这事儿他不敢。妈呀，这个真的是不敢，真的这个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今天又反过来强调我们蔑视徐老师就蔑视祖宗？那不是，那是你落实到人了，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重提国学国潮是吧？这个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曾经很深的批判过他，我们批判他的时间很长了。突然有一天又觉得还是祖宗这点东西好，又开始往回捡。你不是现在明显的是往回捡吗？我真的没见过，就中国有钱人我见多了，但是我没见过一个有钱人口吐狂言，就是蔑视中国文化，我没见过。哎，相反敬重的多。对，那他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哈，对，那他一定要表示出来一个敬重。所以文化的强大的力量，金钱是达不到的。就是社会上的一个共识，但具体到人呢，就您刚才说，如果真实落实到人，比如说一个丈母娘挑女婿要嫁给一有钱人还是一个大学教授，您说说看。我那关键看这丈母娘是什么文化构成。有时候我在想很有意思啊，你看咱们这个就是两岸三地哈，你看这个书店里卖的书，机场就是成功者的一些企业家成功学，那你要去台北也是这样差不多。然后哎，香港卖的是什么？香港你很少看到有卖成功，就是说那个大佬的，而是什么呢？星座运程都在讲你个人学，你命行不行？就是大家对这些东西它的标准不一样。那有的国家人家把诗人文人印在钞票上，剑桥啊什么牛津的这个教授，他可没有做买卖的挣得多，收入很低的。对对，就是，但是他自己觉得我做我这个教授，他一定有他的一方世界，有尊严的生活。嗯，啊，这个有尊严，他不是奢侈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哎，你像这样，他就能够抵御去外边挣更多的钱。还有一个就是很难挣，徐老师也不是很难挣，是社会也不提供这种。舆论风向什么样的人，可能他做什么事儿，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英国，我就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觉得教授们我特别尊重啊，那特别精彩。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人来给我补习那个写作什么的，就是熟了啊，他偷偷他就说，你没发现吗？这些学校里的人都是什么人？社会上的 loser， 就说 loser 社会上的失败者啊，社会上不能混的人才在大学。我说哎，这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我觉得他这话说的很可爱，因为他自己也是这当中一个哈。嗯，就是其实他，我觉得表达了一个什么，就我们社会上需要有这样的 loser， 就需要，那大家都去挣钱了，大家都不做学术了，那哎，义军，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当中，这不奇怪，他们对职业有没有体面这个概念？
哎，我觉得有，就说哪个更好的吧，就有会觉得做哪些工作是体面。我觉得特别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喜欢去大厂嘛，就是大的牌子的，就是大的企业、大的平台嘛。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年轻人说，我说我现在你要跟我说这些。就是名头特别大的企业，特别大的平台，我说我真不会想去，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会觉得那你耗在那儿更多的精力是周围的人啊，不是你的才华，而是你跟周围的这个人事关系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我个人体啊。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还是很羡慕那些东西的，就是我能跟这个牌子结合在一起，一说我是某某企业，一说我是某某，他还是有一种荣誉感，或者有保障，有安全也。有两个建议呢，我是很痛苦的给学生们的，嗯，就是有两个建议，就是我实际心里是不认同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好，我只能劝他们。为什么呢？学生第一个会问题，如果他选大学，他中学成绩很好，他选大学，他是选专业好的呢，还是选这个大学的名气大的？哎，就是这个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就要讨论嘛。那比方说他查得出来，比方说某一个专业我要读农学院，对吧？可这个农学院 Cornell 最好，好，那我要考 Cornell， 但是他这个成绩呢，他也可以进 Harvard。嗯，那从专业职业的这个责任来说，我应该建议他选专业。这个你一辈子的事业，你的 Cornell 的农业是最好的，但是从现实的因素来讲，选有名的大学。因为出来第一份工在公司里面，他不大看你读的到底是哪一个学院哪一个系好不好，除非你读研究生读博士，否则的他就看你这个学校这个大学的名气。那这一条是我明知不对我还和他们讲。第二条就更悲惨了，我一直跟学生讲，你要做好自己的专业，你做好自己的专业成功了，赚多了钱了，出名了，这是最光荣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是这个，而且社会都是这样，是最理想的社会。跟他讲了，但是我也得给他说明，我们这一代辛辛苦苦做几十年，赚的钱不如买个房子增值的钱。这个，因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啊，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嘛。然后这个后20年的，就是这个飞起的速度很快，所以裹挟在中间呢，很多人也赚了钱，有时候误打误撞的，比如买一房子，后来挣了好多钱，啊，你买完房子，后来发现旁边是个学区，原来没有学区概念的时候，这房子值不了啥钱，是吧？现在是学区房了，就变成值钱了。那么，那其实说来说去又落回一个主题，就是你到底要挣多少钱？到底你为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它本身是一个。成一个比例关系的，也不一定非得成正比。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聚集财富的这个形态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跟以前的不一样。你以前你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乃至到了民国，它的财富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现在可能这人做公司经常宣传三五年把公司做上市，一下就成为富翁了，这个就给很多人一个幻想，对不对？这有点像买彩票，这个概率虽然低，但是它是一个现实，大家都看得见。但过去没有这种事儿，你过去那个有的那个贫农说那地主说的那祖宗，咱就十代人创下的财富，他都知道，对不对？你现在你这个时间跨度你是没有的，但是今天如果把这种暴富的生活中暴富的这种心境啊。都给调整过了一代人，那你找工作找什么工作都你都会觉得不好，那你就只好一个方法去创业。创业一定是死得多的嘛，这比例是90%以上的，那肯定的，要把那个最初连就刚开始有的刚一开始就死了，仨人去攒点钱没几天就死了。所以这就能回应你刚才说的这个去大厂，嗯，对，他自然也是有他的这个，不是去大厂，你如果现在你去大厂你没有一个好的本事的话，你进去你从打杂去，这有一个悖论哈，就是越大的单位它的门槛越高，它的制度越严，然后它效率会严重降低，所以很多人就会一辈子阶梯其实也很，然后就会误在那儿，一辈子误在那儿。如果你在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那你肯定就是这辈子你就在那儿。好了，创业比例很低，大厂又前途漫漫，嗯，广告一时半会儿还没人找他做，不，你这个就是说怎么办呢？我是觉得啊，原来我给年轻人建议，我觉得你人生如果做第一份工作哈，
最好的一份工作一定是要跟人打交道，嗯，跟人打交道你会学出来很多，嗯，